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酸酸。今天我们前面三套穿搭都是甜妹风格哈，所以如果你是宅姐的话，可以直接划到后面四套。第一套真的非常的春日女友，这个上衣的配色是那种低饱和度的薄荷绿和香芋紫，材质是那种长毛的薄毛衣，有一点点扎肉，并且有一点点掉毛。如果介意的朋友慎买哈，千万不要和黑色衣服一起洗，因为那样子的黑色衣服会全部沾上毛。对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最好是手洗。然后它的袖口、领口以及下缘都做了那种，也不叫流苏，我叫它故意破烂型，对，还比较有特点。裙子也是超级宝藏的一条，又便宜又好穿啊。晚饭吃的有点多，肚子有点凸，大家不要介意。因为它是我找到为数不多腰臀比非常合适的，因为像我们这种梨形身材，大部分包臀裙都是要么腰大了，要么臀大了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搭配的袜子是这种粉色小碎花的，所以春天的气息从头到脚环绕着我。这个彩色小熊发卡我真的一次都没有戴过，这次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不过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如果你习惯戴左边的话，你必须要从左到右这样子去戴，就有点不顺手。第二套换了上衣和袜子，上衣是一个比较复古优雅的泡泡袖和荷叶领的组合，胸前的荷叶花边非常精致，做工很好，布料也属于比较厚的那种，所以完全不会透，面料很舒服，很适合春夏穿。胸前有荷叶边其实容易显胖，但是由于它这个肩宽很合适，所以也没有这个问题。袜子换成了一个纯白木耳边的，这种大爪夹真的巨好用，一下子就变成韩系小姐姐。很多人不会用，我来现场教学一下，其实就三步，一抓一夹一收。耳环是一个精致小巧的复古人像硬币，我还配了一个戒指，也是比较复古感的。这一套的美貌在镜头下大打折扣。上衣其实是一个一字肩背心，但是单穿有点显胖，所以穿个外套会好一点。它的颜色在现实生活中看其实要鲜艳好看很多，比镜头下这种灰蒙蒙的感觉好。这个裤子也是为数不多腰和臀都很合适的，腰围稍稍有一点点紧，所以一定要收腹收腹再收腹，才能不挤出肉来。这件外套是针织面料，整体版型还是比较显瘦的，而且也比较薄，夏天穿也不会很热的那种。这次没有配耳环啦，不过配了个 choker， 可以和蓝色的裤子呼应一下，整体是比较俏皮的感觉。因为有的时候耳环和 choker 一起的话就有点太累赘，所以我一般会有 choker 和耳环二选一。欢迎进入拽姐部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甜酷起来。这个choker是一个双层翻皮质感，中间是一颗爱心，也是我很早以前买的了，但是它非常百搭。背心是这种全弹力质感的，所以你不管是多胖多瘦都可以穿。今年好像特别流行这种，但我觉得很像每次去水果店买苹果，外面那层网状的泡沫保护套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们不觉得吗？真的很像啊。皮鞋是我新买的一个增高4厘米的，很便宜很好穿。裤子的话我把它挽起来了一截，你们也可以把它放下去，因为我觉得挽起来可以显得腿细和长一点。这条裤儿也是最近淘到的宝，真的很不显胖很合适，你们应该懂梨形身材买到合适的裤子有多难。衣服就是正常毛衣的质感，不扎人，但是缺点就是太臭了，那个味道我真的洗了一遍它才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刚拿到的时候真的不堪入鼻，大家做好那个心理准备。这个颜色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是那种比较少见的渐变色。对了，忘记夸夸这个鞋子，非常的轻不打脚，而且走路也很舒服很软，并且才70块钱，它不香吗？快快冲啊姐妹们。由于这支舞我之前翻跳过，所以不自觉就跳起来了。大家知道我买西装非常强调肩宽，那为什么这一件我选择了一个44厘米肩宽，比我42厘米最大显瘦肩宽还要大的呢？因为黑色西装太合身，真的容易像保安以及卖保险的。只有这种 oversize 一点的，才能达到你们想要的那种男友帅气感。另外，西装真的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虽然他们家这个要贵一点，但是真的质感要好一些，垂直感也很强。它前面还做了一个双层的，并且它原版配了一个腰带。我真的是他们家西装老粉了，上一个视频里面那件灰色西装也是他们家的。这个蓝色蝴蝶耳环我近期最爱，因为是新买到的，非常好看。嗨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下次镜子擦干净一点。戒指也是很个性比较粗犷的一款。画重点，松高鞋配对对袜，你不腿长谁腿长，这个考点下节课要考的，大家背起来哈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以为我要这样穿出门吗？不不不不不，还有个外套呢。这套只是换了一个上衣和耳环。我想用这套告诉大家的是，不要觉得所有荧光色或者彩色都不能挑战，有的时候用黑色镇压一下，你可以 hold 住所有颜色。这样子的局部点缀其实可以让整体穿搭很高级，也有亮点。我最近专门买了一些荧光粉的耳环，这个造型是一个回形针加一匹马，是个原创设计，所以说不容易撞款。耳环嘛，就是为了戴的有效果的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夸张的耳环，并且它们很长，其实反而会显脸瘦。这一套我给它取名为千禧年女孩。玫红色的包臀裙和之前白色的是一家的，只不过换了个颜色。这个玫红不像之前那个荧光粉那么扎眼，所以多了一种复古感。袜子和耳环起到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效果，并且耳环的材质是毛绒的，所以就多了一种质感。这一套也再次印证万物皆可配黑色西装。